我小的时候，就我奶奶教我搞那个小的怎么样扫，后来就是搞好了，懂了，没有线了，我就买那个手铐嘛，要筛筛来搞线，早上就干活，晚上就跟我妈妈就搞那个手铐的筛筛，搞给我妈拴。我小时候我就跟我奶奶，她就叫我。 哎，你只要你过来，我教你扎这个图案，我就会扎图案了。跟我妈妈写那种跳花，织好了我就给我奶奶绑。我现在我教我那大女儿，我教她织，她就是织，叫她绷，她也会绷，她也会扎图案。李锦的传承一般都是。 母权女这种方式，就是从女性的角度去传承。现在的话，我们的传承方式的话，得到了比较大的一个开阔，比如像组织合作社、办培训班这种形式，还有呢，我们现在的话也在一些学校，就是李锦记进校园，这是通过正规教育把它纳入学制里面进行传承。 李锦进校园，所以我们现在有很多孩子，小学、初中，然后有技校，他们都有这个织锦专业。然后以前我们的传统是说，男孩子是不能学织锦的，但是根据时代的发展，现在男孩子他也觉得，他这个是一个技艺，他就不分男女了，他们也可以学。我当时我就觉得这个东西这么好，为什么没有人学？然后我就偷偷的跟这个老人学了。 刚开始学的时候还是觉得挺不好意思的，因为在黎族传统的观念里边，他认为男孩子是不能学织锦的，所以刚开始学的时候是关门关窗。后来我们的家人也慢慢的接受了，觉得说，哎呀，那你既然喜欢，那就支持你做这一项工作。 我之所以选择了来到学校当老师，是我认为启蒙教育非常重要，特别是对于我们传统文化这一块，因为已经有好多年，我们这个传统文化已经没有被大家提起了。比如说是李锦或者民歌，他从小接触的话，他就会耳熟能详，然后他习惯成自然，认为是他生活中的一部分，他内心是认可这个东西的。 那这个对于我们的传承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这个是传统啊，就传下去给女儿啊，给那个学生啊，那个就是传统的图案，动物啊，什么的图案都是传下来的，不要忘记，世世代代也不要忘记那个过去的作品图案，应该传下去给学生。 姑娘，年薪，那么就是好了嘛。我们现在老的用不了了嘛。建立传承村传习所，参加国内外各种展览展示，从这些保护的措施，给我们传承人逐渐的带来了各种各样的一些变化。他之前是一位普通的农村妇女。 他慢慢的就成为这个记忆的重要传承者，并且参与到我们这项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来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黎族妇女不管是从经济收入，还是参与社会活动等等这些方面的话，都给了她极大的自信心，也唤起了对非遗保护的热爱。 我叫刘香兰，我是荣耀梅，我是傅林早，我是王瑞妹，我是黄桂雄，我是胡春芳，我是黄丽雄，我是王坚梅，我是王秀丽。
我叫黄孙銮，我的傅先英，我是江嘉日的，我是陈达虚，我是黄丽赛，姓李锦的传承人，我是李锦，我是海南省氏族黄的支姓记忆传承人。